哇，这么多！啊？哎呀，不会啊，很少啊，就两页才呢。给我们听啊，讲先哦。德国哲学家。那边，你要读那个单词。看不见的错误就会陷入迷途。一旦看不见错误或把错误视为正途，那么在这个是听不到，要有逗点，要有标点符号。看不见的错误就会陷入迷途。哦，对对对对。一旦看不见错误或把错误视为正途。那么，再多的智者提醒，也无法点醒深陷迷途的羔羊。很深哦。对，很深的，因为我自己不知道。OK， 对，接下来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写到，这个世界上虽有镜子，但是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弱点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那个人听到，就是在反映自己常常在照镜子，但自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缺点。这句话也是就选择不看嘛。的确，人很容易自以为是，也很容易从自己的角度衡量别人，却忽略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究竟是什么模样。没问题吧？嗯，有听到吗？有。因为是他们看不见自己，只有生活圈中所见，他们不是不清楚自己的症结所在，只是无法面对问题，并解决这一切。明白吗？到这边为止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他说没有听到。哇，好。太快了。因为心软和看不见自己缺失的人，你要读读在我们的生活圈中处处可见。他们不是不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，只是无法面对问题并解决这一切。还是不清楚。清楚了。OK。多年前，在一个村庄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这个村庄的居民每一个人不是口吃，便是。口吃啊，真的口吃，真的写口吃啊，口吃，他的口吃，不好意思，我播不出来。好，我来纠正错误。好，水下一页好。不要。下一页是你的。好，口吃便是。啊，这个我不会耶。你要不要听我大概解释一下？真的不会呐，怎么腿啊？我不知道。狗腿。如此饮料。他们说是你们又瘸又拐，我可没有，你们那样才叫又瘸又拐。没想到村民居然无法听清楚他的话，反而对于他如此顺畅的话语完全没有口吃的口
果鸡鸡的，我有果鸡的情况跟你讲。完全没有口疾的情况，感到更不可思议。这些情况让村民们笑得东倒西歪。结果，这个外地人不仅无法纠正他们的错误，而且不管他们走到哪里，处处都是受到他们的嘲笑。没有，没有。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说：“不愿正视自己错误的人。”是最严重的盲人。这个社会的盲人很多，对这些已经用错误的方式过大半辈子的人，想要将他们矫正，恐怕真的费一番功夫了。看不见自己的错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一旦看不见错误或把错误视为正确，那么就算再多的智者提醒，也无法点醒深陷迷途中的高比亚。如果我们也活在错误的生活方式中，有机会获得提醒或叮咛时，请先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我们是否也徒有健康的双脚，却用着又瘸又拐的方式歪斜地行走呢？然后我们问一下我们的那个 Lucy， 当他读完了这一篇文章的时候，他要跟你讲什么？他明天又瘸又拐，而且再加上一个口疾啊，不可以嘲笑别人啊？是吗？刚才他已经念了，我们这次的呆着就是说，看不见错误就会陷入。他讲的有点不清楚，我听不太懂。好，接下来另外一篇给你读。Yes, Ruby。啊，叫我读啊？不是，我要拿眼睛。是不是？我是说，刚才你听，你听到这样入神啊，到底还要讲的是什么？不要机会城市。什么东西？你没有机会城市。机会城市应该是不要累积是非啦。是非就是闲言闲语啦，道听途说啦，还有些东长东长西短这样子，一样是你不是啊？鸡飞城市，鸡飞城市是不要随便讲那些八卦，是吗？但是这一个不是讲那一个。他是说，每当你看住镜子的时候啊，你就会很像那个白雪公主，每天问住镜子，谁人是最漂亮的？但是，你往往没有看到自己本身啊，哦，其